我叫张萌，我曾经在阿里大文娱担任国际内容合作总监。那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到了很多中国和美国的知名的演艺人员。Simon 呢，是我接触到的很少见的，对中国和美国的文化、中国和美国的影视业界的专业理解都非常全面深入的一位很棒的演员。而且呢，他不仅有理论的知识，有专业的功底，同时有很丰富的实践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今后如果大家有幸和 Simon 共事，不管是做演职相关的工作，还是做教育相关的服务，Simon 都会是一个非常棒的合作对象和良师益友，非常推荐 Simon。